是我第一场亚洲牛肉饭的正式比赛，我现在很兴奋。第一场的牛肉饭正式比赛，所以就希望攞个好成绩。当然是越快越好咯，希望可以上到领奖台。系落雨可能仲会快多啲，廿几架车，好多都是后生仔为主，精神啲，尽全力跑咯。